唠人唠人过来帮个忙呗。干啥呀干啥呀，可不是缺了。老师儿老师儿，给俺打个气呗。弄啥嘞弄啥嘞，听着点乱嘞。阿姨，我刚才离你还有真远了，你可别饿我，我可没有撞着你呀、啊！哎呦，姚可腾，就是你给我撞了这么远呢！我离你还有真远了，我可没碰着你，可别饿我呀！就是你给我碰了这么远呢！哎呦，碰到我这腰！我没碰着你啊！哎呦，有真远了！反正今个这不拿钱你都不能走。别，这十来200块钱掉了。哎，这不是我的钱吗？咦，这是我的200块钱，我就是来捡钱的。嗯。哎呀，兄弟，我今天还遇着好人了呀！你太好了，你太聪明了，你真棒！啥也不说了。不是哥，你弄啥？那搁这儿也不多，身上还有500块钱，你拿住。我不知道，这我不能要。你拿住，这我不能。拿住，我不能要了。要不是你，刚才呢，500、5000都花不完。谢谢兄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今天遇着好人了，好人，好人呐！那哥，你慢走，下回遇着咱喝酒啊！你慢走，哥。啊，再见。好，喂喂，妈，下一个路口。那斌哥，这是我之前借你的3000块钱，现在有钱了就还你吧。咦，兄弟，我也不着急用，你也别着急还我啊，你先拿住。兄弟，这有钱都得还呢，有钱就还，再借不难呢。兄弟，你给我说这是吧，你给我歪气是吧，你要是给我歪气我都走了啊。走啥走啊，坐那。这啥呀？钱。我这来。刀。给我。我给你们。哎哎哎，给我呀，给我呀。松手。不就是3000块钱吗？比啥呀，心就巴掌的别幸福。斌哥，这几个这钱我可咋还你了。这星期天去俺妈那儿住吧？为啥又去你妈那儿住呀？上周不是去过了吗？这周该去我们家。哎呀，那他爷爷奶奶不是想他孙儿了吗？那他姥姥姥爷也想他呀。那他姥姥姥爷想了，不会来家看看？那他爷爷奶奶想了，也可以来家看看呀。你不是给我抬杠了吗？是你先跟我说的这个话。老师现在来考一考大家，谁知道诗仙是谁？李超同学，李超同学，一半。嗯，不错，非常好。那么诗圣是谁呢？赵青同学来回答。杜甫。非常好，看来考不住大家呀。那么出一道难一点的，诗王是谁？小兰，你来回答。金吧，出去。老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明，谢逊。你给我出去。我说你们这些小偷偷的长不长眼睛？我像是有钱人吗？我包里就这个破手机。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告诉你，我没钱，就一个破手机给你。我不想手机，过了年就掉你包里了。溜溜趁着高房站走不走？大学生就业，英才街大学生，快快快上！多少钱？5块钱。3块。4块钱成交，快！有二毛呀？都成棍了，快点吧！我靠，人多人，再叫一会儿。老师，你这可是超载呀，你不怕扣你个分儿？扣分儿？那得有驾照。
不正假时，中和了一斤二锅头。俗话说得好，酒壮怂人胆。那你为啥不考驾照啊？金试2000多度，腰椎还是假肢，咋考？停停停停停！下去下去！停个毛啊！刹车早坏了，坐稳扶好，马上下大炮！预祝我们第二季再创新高，我们开机啦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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